有品質的生活，很注重環保啦，豐澤牌的冷氣機啦，同埋雪櫃咧，咁佢哋都係一個一級能源標籤嘅，所以呢兩個產品都係值得去注意一下。品質嘅生活係亦都關鍵於自己嘅健康，唔可以缺少嘢就係屋企個廚房咯。其實我習慣都係一瞓醒就首先踏入個廚房度，同埋我屋企係其實好靜嘅，所以我都算一個幾住家男人嘅一個人嚟。今天就用豐澤牌微波爐煮翻幾味先。你估下煮咗幾耐？快啲上豐澤 Facebook 玩遊戲贏大獎！